天呢、啊，我们来了一个挑战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 Leo 同学他们在高中的这些男孩子里面聊天，啊，就是有聊到女孩子就算练了空手道，可能也是打不赢男孩子这件事情。那么呢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女孩子的实力如果是黑带的话，应该还算是蛮有点力量的，应该确实是应该会蛮刺激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有我们 Leo 陈现在就找了一个同学，他愿意来挑战看看。好，那么我们来邀请这位同学来，李同学。耶、yeah. ，Boss。那你觉得女生练空手道就能打不赢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那你觉得你身边的同学有没有？大部分都这么认为。那你觉得你感觉？应该是可以。可以啊。那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对手。来，对手，来，对手。来，秋地先生。Os。怎么样，你的对手？帅。好，他的笑声就是对你的嘲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穿护具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。那我们李同学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武术的，那么他对上同年纪18岁的女子高中生，不是高中生毕业了啊，18岁的女子黑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。Thank you.
对，我们女孩子有练过，是不是感觉还是有差？对呀，有差啦，差蛮多的。等一下要不要，我们给你副挑战，教你一些技术，然后再试一下，下。要吗？教你一些，然后再试一下。OK， 好 ，OK 嘛。好，那我们给他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会教他一些空手道的技术，然后再让他试一下。OK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对着这个说。实力没有发出来，就是在刚才的百分之五六十而已。继续。火力全开嘛，啪啪啪啪的。你说你。Thank you.